来吧！啊啊！梅菲最讨厌，你才最讨厌，真的是。来吧，家人们！哎，太难了。接下来时间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今天来的嘉宾特别多，还有两位特别特别优秀的，你们在我的直播间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位嘉宾，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的现场啊！今天咱们人气再往上走一走，好不好？人气再往上走一走，来，马上有请第一位。接下来有请，有请 ，1、2，第一位嘉宾上场来，哇！啊，这是谁？DJ 六哥 remix， 哈哈哈，来，有请。几天没播，以为我都不播了，唉，气得我肝疼，我现在真的是气得肝疼。这是谁啊？八童啊？你们怎么天天想着八童？怎么没个人来就是八童啊？啊，这么想他吗？不让他来，不让八童来，来什么来？多久没回长沙？不让他来，来有请八童。音乐。音乐就16万人啦！欢迎八童，公屏走一步。谢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回来了。八童这个一回来真的是哈，这个怎么样？好多人没见过八童吧？哎，帅不帅？完了，等一下今天有好多比你帅的怎么办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比你帅的好多啊。没事没事，来这样子，别废话，来别废话。16.1万人，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做到一个这段时间最高的人气，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。还想看我们两个唱吗？还是邀请屯屯上来？屯屯要不要？谢谢谢谢月啊，感谢八王府家的月姐，谢谢我月，欢迎一下我哥，来吧，感谢屯屯的宇宙之心，屯屯，哇哦，有请屯屯啊，来有请屯屯上场，欢迎小公主，哇，早说你穿这件呢。我是不是可以下去了？我啊，让他们俩来一首好不好？你爱我坏，不行，等他们说，唐毅给我下去，唐毅下去，下去下去。那我们三个来首什么歌？你说，你们说，天天是他，你这说这个话的人啊，屯屯都已经两个星期没来我这了，天天是他，你是看不看我直播的啊？来，16.1万人来，我们炸到28人好吗？咱仨唱，不行，下不下，他们两个不准我下去，那就后期一会儿后场再唱，我就勉为其难来跟他们两个唱一首好不好？17万人了，马上，马上17万，我算冲一冲，来啥歌呢？冲，我的心炸到，哇，17万了，来一起上18万，再听你是曲中人。
到深夜独自难过，反复重播着这首歌。初吻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，谁是谁非爱已恨，满身的伤痕。小伙真帅，这小美女不美吗？好，家人们来一起把八头还有屯屯的关注点一点，来屯屯在榜四。